所以呢，今天这两个是讲什么？哲学思考。那这边有同学反映说，生命教育课在探讨到我是谁那么重要吗？这种课需要上吗？不需要。肯定要。没有自我认同，要寻找自我。我可以先下课了吗？好，上我的课的同学大概都，如果真的认识我的同学大概都知道哈，上我的课就不用给你来了，就实际上对你真实的话，所以就要不要上？真的真的。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好了，来，我们今天来建构第一句话，先跟同学们先建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有没有看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你以为虽然他也是少数人有会去看的那个，我们都可以知道。不好意思，搞清楚，可以知道，可以吃早餐的哈，真的可以吃。好，所以那个，我讲。OK 哈，那看这个黑客好了，你看到的那个黑客的那个现象，你会怎么去解读它？哎，对耶，就像他所说的那个样，那个某某班的某某人就是这样子。还是你会产生出一种对立状态，还是你会觉得去分析它，其实那个黑车那个人有问题。我要说的是，你会不会被带着风向走？你到底能不能独立思考？你全然相信别人所说的吗？好，那我们接下来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海洋奇缘。海洋奇缘呢，大家都听过的，是大马上故事。好，那摩安娜她其实她的父亲跟她说，我们这个。那个布鲁图伊这个族群呢，并不会去驾船的，我们并不会开船的，外海是危险的，我们现在不能去。可是现在有一种状况，就是他们岛屿上面受到了生命的威胁，近海内捕不到鱼，他们岛屿上面也的那个植物都没办法生产出来，所以他们势必生命受到威胁。可是这个摩安娜提议说，我们就去外海，可是被他的父亲所阻止。他的阿嬷，摩安娜的阿嬷，跟他就告诉他说，来，我跟你讲。你到那个山洞里面，这个洞穴里面，很黑暗的这个洞穴里面，你进去里面，到里面去慢慢去寻找，去倾听。当你看到苦的时候，去疾苦，去找答案。所以摩安娜真的照着那个谁，他阿嬷所说的，到那个洞穴里面去寻找，去倾听，然后看到那个苦，去疾苦之后，然后突然之间，那个火把的火全部亮了起来。他看到这个洞穴的深处里面，竟然有很多的船，于是船上面有很多的图腾，那些图腾所告诉他的，就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祖先原来就是航海族，所以这一段我们要放的就是他祖先的那段歌词，但是我们现在放的只有中文。发音，国语发音，中文字幕。所以摩纳在这个图腾上面看到了，也就原来我们的祖先就是航海族，我们祖先是乘着船到这个岛屿，乌鲁古伊这个岛屿上来生活的。所以他就知道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份，也知道我们不需要害怕海洋。于是他定位了自己，他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将那个海洋之心还给卡梅迪。好，还给卡梅迪那一段，我们很快再去聊哦。那我刚刚说思考素养的重要性哈，因为我们先建构思考素养，我们之后才能讲的一些范畴，都是关怀价值之间跟灵性修养。但是这边后面可能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还是之后你慢慢知道。第二句话，我们今天所要建构出来的，为什么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呢？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自己？第一句话是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第二句话我要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好，为什么？我来看一下这一段哈，这段影片。这个影片呢是这个小男孩人生当中第一次要跟他的父亲、跟他的爷爷到月亮上去工作。人到月亮上去工作，他这个爷爷跟父亲在那边一直不断来吵架，吵什么东西呢？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吵架。但是我们来看看哈，他这个影片要告诉我们有四件事情，提醒了我。
甘地牌的。这部小那个动画就这样子而已。好，那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四个东西，刚好就看到两句话。第一个，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爸爸坚持，爸爸跟爷爷的坚守戴帽子的方向不同。第二个，他们坚持扫星星的方，扫星的方式也不同。好，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于是呢，他的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了。他知道，原来他们相信自己是对的原因是他们的主观意识。他看到那个扫把的胡子，扫把就是他像爷爷的胡子，那个刷子就像爸爸的胡子一样，所以他的主观意识。好，第二句话我说的。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后来那个小男孩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了那颗巨大的星星。可是你知道，当你真的去愿意去倾听、去了解别人的时候，事实也证明了，让那个爷爷跟爸爸的眼睛突然看到了。对，我们从前面一直到刚才地方都没有看到爸爸的眼睛、跟爷爷的眼睛。可是小男孩一轻轻一敲了那个星星，一破碎的时候，打破了他们之间的那个隔阂的时候，他们终于眼睛张开了。所以我们学的第四件事就是。学习互相尊重对方的不同的想法，于是呢，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去扫星星，有扫把的，有刷子的，有耙子的。好，那这以上四件事情呢，我希望各位我们来建构起来，我们看下面的图像。请问你看在这个图上面，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你看到年轻的女孩子的东西，请举手。年轻小姐，请举手。好，你看到了老太太的，请举手。好，你两个同时看到的，请举手。好，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的，请举手。没有老太太吗？好，我来解释一下，小姐的睫毛、鼻子、下巴，老太太的眼睛、鼻子和下巴，看到了没？哦，等一下，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看到小姐的人，你为什么没看到老太太？看到老太太，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小姐？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这些伙伴很可爱，我上完这堂课之后，他把这两句话全部学起来了。我每一堂课，他说，我只要反问他们问题，我回答我的问题之后，他说，你以为就是你以为吗？为什么能怎么相信？他们就一开始用这两句话呛我，呛到期末。不过这两句话真的很重要。好，你看到这个桌子，你看到的是梯形还是长方形？啊，你看到你认为这个桌子是梯形的，请举手。梯形的桌子，梯形。会不会是你是歪的？好，没有，他没有开玩笑的。梯形还是长方形？长方形的请举手。其他真的有点歪。啊，长方形梯啊，圆形的请举手。很好，对，我也是觉得圆形啊，没错，这很标准答案啊。到底这个是梯形还是长？其实它是真的是有点歪。啊，同学讲没错，真的有点歪的时候，那你会误以为它是个什么形？梯形。事实上，它可能是什么形？圆形。其实我跟你讲，原型我刚刚是骗你的，是安慰你，是长三角形才对。好，其实它是三角形。三角形。眼见为凭吗？不一定。我告诉你，上黑色的线或许我们叫做主观意识，红色的线我们把它当成客观的条件。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常人来讲，我们看到所看到上面这条线是不是比较感觉比较长？可是客观的条件一画下来之后，连画这两个线其实是怎么样？一样长。所以各位，你都是处在一种主观意识，还是你愿意用客观条件去分析你所看到的？听懂我意思吗？你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选择用客观的条件去重新再分析它？还是你就不管了？我认定就是我的，因为我以为的就是我以为的，因为我总是相信我自己是对的。眼见不能为凭，他眼睛不见了，瞎子摸象，是各自摸自己的。像有什么的，有人瞎子摸到说，我觉得大象就是一个什么，跟神奇一样。我们不能说他说的是错的，因为他所感受到就是这样子。但重点来了，这四位瞎子，这四位盲人，他们能不能愿意统合他们的意见，把这个大象重新构成第五种样子出来？如果他们坚持己见，他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他们以为的就是他们所以为的，那么自然他们永远不知道大象真是什么模样。眼见不一定为凭，你们今天在平常可以有放这张图，但是我不知道你他们怎么去讲这张图，但是我曾经讲我这张图的意思。这张图告诉你说 B 去追，但事实上是 B 去追杀 A， 但是媒体所报道的是 A 去追杀 B， 是不是？我常常会呼吁各位同学，如果你家习惯性看53、54台的同学，
或许转台看看五十二也不错。我说偶尔转台看一看，综合一下。你平常家里喜欢看五十二台的同学，你转台看看五三五四也很好。真的，偶尔要去综合其他的意见，你懂吗？媒体最可怕，媒体会怎么样？把你带着风向走。往往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不愿意去思考，就跟着媒体说走。各位，你们都有 Facebook， 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常常去看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些东西、那些相关的资讯就会常常会出现广告，什么都会在你的手机里面。当你用这台手机去在 Google 上面查了很多你想查的东西，结果竟然 Facebook 上面竟然出现相关的广告出现了，为什么？大数据时代，它开始在告诉你你想看的东西，你不想看的我就不会秀出来，免得你关掉我。我会尽量秀出你想看的东西，但是你会不会选择独立思考呢？很重要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预告片。这预告片呢，是这个女老师，她非常的冷静，非常的冷静处理她的事情。她人生当中遇到最困难的事情，她的女儿似乎死于一场意外。但是她很冷静的，她独立思考，她重新思考之后，她发现她的女儿并不是死于一场单纯的意外，而她的女儿是被她班上的两位同学杀死。请问是两位男同学？好，两个问题丢给大家。第一个问题，请问女老师对不对？好，请问这个女老师究竟有没有把这个炸弹拆下来炸弹放到垃圾 A 妈妈的办公室里？我觉得有没有？为什么没有？他当时觉得他也可以放啊，因为他要报仇啊，因为他的女儿被他儿子杀死啊。平时在一个怀疑的情绪。哎，对不起。可是他可以在重接啊，他老师。老师，你这问题是因为先会接炸弹，蔡伯文觉得要接吗？搞不好他可以接啊。好，那哎，你说。这样的话，那个他可能没差，因为可能问题失去我最爱，我就没差。你知道有些人真的在这种状况下，他觉得反正我已经没有了，我被关我也无所谓。OK。第二个状况。他说他当时骗他的学生说我放了艾滋病血液，但他会有这样说法的动机，难道是真的他的先生他的男朋友真的因为得了艾滋病而他们不结婚吗？这个并没有交代，对不对？所以他是捏造出来的，但他当然不结婚原因是什么？没有结婚原因是什么？我要说难道就是他的男朋友有艾滋病吗？好，我把这两个问题先丢给你们，你去想。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你可以去看。你看完你想写心得就写心得，算加分作业啊。那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这个女老师，真的她想做的就是，因为当你感受到痛，你才会知道痛是什么东西。而我会帮你报复的方式不一定是只有这一种，我会建议一种方法。好，那我的建议两个，你可以选择饶恕她，原谅她。但是我要真的很难啊，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良知。一个人一定有，只是他的良知什么时候会被打开？他良知是大是小不知道。有的人可能真的进到棺材的时候，他内心的良知还是从来没有打开过。真的有这种人哦。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柯文哲怎么说？如何报仇？柯文哲说，也许我会倒下，但是会用最快速度的，因为他上礼拜得诺如病毒嘛，他用最快速度站起来，重新康复了他身体之后，他也说最后一句话说，活着就是最大的报复。他讲这句话很妙，他在脸书上面 po 这样子的文章，然后就有人不爽。谁不爽？不是你不爽，我不爽，是谁不爽？对，某议员就超不爽，超生气的。现在防疫时间，你还给我打电梯？你们大家都知道柯文哲死对头是谁了哈？所以我在说，其实啊，他这个方法也很好，就是说你要证明嘛，我站得起来，你不要那么轻易把我击垮啊！不知道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解决你人生当中最困难的问题？好。其实相信你的哈，不用解释，他都会相信你。不相信你的，你解释的再多，他都还是不相信你。这个是一个，因为对方可能是来自一种主观意识嘛。请问，到底这个电梯谁放的屁？你们觉得谁放的屁？就认为是这个中年大叔放的屁的，你们可以举手看看吗？我几乎每一个班都没有认为是他放的屁，可是真的很像他啊。好，认为是这个阿姨放的屁的是举手。对，他认为是一个大婶放的屁的情绪上比较多，但大家都觉得他，对，很多人都举手了。认为是这个小姐放的屁的情绪上，你不能因为他脸长得像好像讨厌的样子，就说打法，那很冤枉的。好，到底谁放的屁？现在处在这个社会上面，大家都往往是看图说故事，听懂我意思吗？我们都要看图说故事，于是就把他怎样，一个
我告诉你一样的问题，你姐是相信人，你姐你没有姐他都相信你，不相信人你说再多他都是不会相信你，我看见了。到底这墙壁是谁画的？他说是他画，是他画的，对不对？那重点在于他相不相信嘛，你想再多也没有用了啦，因为事实是什么？柯南说什么？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并不是小蓝自己画的，而是那个小红抓着小蓝去画的。相信你的就相信你，不相信的永远是你说在这里会真正人的主观意识所造成的误会。事实容不容易分辨？并不容易分辨，事实很难去分辨的哈。好，那我们这边讲的所谓的全身跟车，其实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这边太学术性的我就不讲了，我就用比较通俗的话语，就是主观意识跟客观条件。你主观所看到的东西，你有没有客观条件去分析它？所以我们人常常存在一种主观意识里面，然后不愿意用客观条件去分析它。思考有四种层次，包含全然相信别人所告诉你的。第二种层次是你脑袋愿意成，所以会把这个想法成为互相的对立状态。而第三种层次，你会从不同角度再重新看刚才那个世界。真正最棒的一种层次就是你愿意从点线面跟立体的维度重新再去分析这个世界。各位同学，你是停留在哪一种？好，我先那个生命教育法哈，那也是有时候逮到机会总是要来一点的那个机会教育。我也知道这是五花肺炎，有可能有人说嘛，对，我们先姑且不要说它是人造出来的病毒，但是我们是有可能一开始说有可能来自于别人，所以有些东西不要去吃它。那我也先顺便告诉各位，没有买卖就怎样，没有杀害这个动物，可能大部分都没看过的，这叫做沙威玛，它长得像鸡。叫沙威玛，那你说老师不对，沙威玛其实是长这个样子，是由那个你看上面，然后肉对串上去，然后再烤，然后再刷那个再削下来吃的那个，那叫沙，不对，我讲错了，你吃的那种叫做仿沙威玛，这才叫做真的沙威玛，这了解吗？你吃的仿沙，真的沙威玛是把这个生物然后串到这个铁串里面，真的。真的，什么神秘啊！哎，我在录影录完毕啦。对对对，我知道。哇！好特别啊！好神奇哦！哇，神奇宝贝还神奇。你都不相信我说的，来，我告诉你各位，这我来上一个小简单的生物课。这个沙威玛呢，它的眼睛长得最前端，是假的吧？然后它身子轻了，它排泄不在它的反正皮肤表层。重点来了，沙威核，沙威核就是它俗称的心脏，在吃它的时候必须要活生生的这样串下来，第一个要活生生，第二个条件就是不能插到它的沙威核，如果它插回来，它会当场暴毙甚至死亡，就不能吃。这个动物不好养，不好养。台湾也有养殖场，但是真的很难养，所以它的费用非常的贵。它来自于澳洲哈。好，所以实话跟卫生讲，我讲真的啦。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说没有买卖就怎么样，没有杀害。好，第二种，去年的香港反送中事件造成很多香港的居民哈，香港的市民，这是真的，就是反正警察都说他们是自杀，但是你这一年当中、半年当中都有1000多人自杀，不可能嘛。事实上我也看到都是非自杀、啊、他们都是非自杀，所以他们叫做被自杀。那我也告诉各位，呼吁一下各位同学，如果人生当中遇到困难呢，你不要认为生命自然会找到出口，其实你要找到适切的方式去解决，而这解决的方式绝对不是像他这样子单纯的去上吊。哎呀，好恶心，哎呀，吓死人了，什么东西？所以你先说一下，哇，再放出来一点，吓到你了，完了，啊，所以没有，这个太伤心了，怎么办？我现在练功呢。好，来，各位，难过的不会是你，往往难过的都是谁？你的父母亲最难过。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爸爸什么为什么相信自己是对的？我再讲的是一句话，今天这堂课第一句话，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吗？为什么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呢？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意图。等一下啦，对，我是不是说了？以为他是真的人，请举手。有多少人刚才炸开他以为他是真的人，请举手。
OK， 没关系，很正常，因为你以为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不是你看。好，这个是假的，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的，这样可以吗？假的啦！真的啦！这是真的啦！我告诉你，你如果觉得它是假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个事实，我跟你讲一个事实，听清楚。那为什么当这张图一出现的时候，当五六年以前一出现的时候，有全台湾大约有，听清楚，全台湾大约5000到6000人上网联署拒吃沙威玛。你都觉得他是假的，为什么他当时台湾有5000到6000的人上网联署去的？上网联署并不是按赞哦，上网联署是给他打真实姓名、身份证照跟生日哦。那为什么他们要联署？他们为什么觉得是真的？他以为。对，因为他被风向带的时候，所以很多沙威玛当时跳出来讲话了。我跟你讲，两三年前卖沙威玛就跳出来讲，好，两三年前宜兰很多卖乌鱼子的也跳出来了，他真的很紧张，他们生意完全受影响。为什么？因为有网络上面有传闻说。乌鱼子是企鹅脚所做出来的，乌鱼子是企鹅脚砍下来做出来，所以很多的人打电话到宜兰那家商店说：“你不要再卖了，你知道没有买到就没上，我们拒绝买了。”有很多在你看 Facebook 在 Google 上面你家作品，你会不会觉得很夸张？现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当今的社会，大家不愿意独立思考，往往被带着风向走。好，他是讲的，他真的有可能。有多少同学刚才被我骗了？不敢承认的，死不承认。好，没有关系。好，那接下来，告诉各位，我们这学期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讨论，大家真的放胆去来，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来上课，然后就好像上课来玩一样。但是有几堂课我会说不能玩，因为那几堂课比较重要。但是我们先讲，我可能会举一些社会上的可能一些新闻事件，但是请记得，我们生命教育品的最高原则的立场不必中立，态度必须公正。我们每一个人是态度公正的，你不要不愿意倾听别人所说的，你先冷静下来，听听看别人怎么说，我绝对会让你们说，好不好？所以立场不必中立，态度不必，每一个人表达勇敢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今天课程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跟也是一样哈。跟大家说，我们这堂课主题叫什么？你以为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吗？也是要呼吁一下各位同学，男同学也好，女同学也好，未来你穿裙子的时候，绝对要注意一下你的仪态。你知道现在有点很尴尬，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穿裙子要注意你的仪态，因为当你没有注意好你的仪态，有人就要把你的裙底风光全部拍了下来，就会超级无敌的尴尬。好，不要再看太久了，要不然有些男同学会太兴奋。好，再放一次哦，看裙子要啊。就是你如果不注意你的仪态的时候，人家就会偷拍你的裙底风光。所以我想这边呼吁一下各位同学，裙底光光吗？就是裙子啊，这是床吗？没有啦，这不是床啊，沙发吧？就是内裤，就是大腿啊，内裤啊，内裤，那是床，内裤，天哪，痛。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哇，他就是一个人像，不是啦，各位有没有觉得他是床呢？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吗？为什么你跟我说一个？啊，没错，换个角度看，他只是一张床。对不对？我在看不出来。今天回去的时候，不要在网络上面说老师上课说沙威玛是真的，老师给我们看上吊图，老师给我们看内裤，没有，因为你千万不要用你的主观意识来判断这堂课。好，那其他的部分我们下周会讲人权探索，那我们今天说是第28号。对，28号，欢迎大家。